那个如果说两辆车子，一辆车一辆重，同样刹车，一刹车是重的会冲比较前面，还是轻的会比较前面？重的会冲比较前面，它、啊、重的不是摩擦力比较强嘛？它压的地面不是比较强？哎，这个也是嘛，那个就是 F 等于 ma 呀、啊、，m 就是大，那当然冲力大，所以很奇怪，就哎，所有的现象都可以归纳成很简单的一个数学式，啊、哦，所以你看下刹车，哎，我当时也是，哦呦，应该是摩擦力大小的，为什么？哎，所以会考虑，啊、哦，那。像这一类的事情，在物理上面都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释，那你不必想，不必那个，哎，公式就已经出来了，所以，他跟爸爸还是应该是知道这个生活蛮困难的，爸爸也当时在考虑，所以爸爸其实历史都已经写好，我初一的时候搬来这里，大哥已经答应他们住宿，他们住宿的，然后爸爸是希望一个人吃苦就好。不需要再继续吃，他不是不要我们学美术，但是不要我们吃。爸爸自己那么有名，别人在演讲的时候都说我们受委托，可以推荐生活比较优渥怎么样？哎呦，你唔知影啦，你唔知影啦，以前那个七十岁才可以做这个摩内路，对不对？他不想吗？他想得很呢。可是生活呢？生活呢？六个小孩呢？对不对？都是一个很艰辛的，然后呢，我跟关系在我们啊，你不想他的臭脾气，搞掉多少关系。所以这个艺术家要生活实在是不够。如果一个社会可以容忍这种艺术家，那社会就提升，社会就提升。那像大哥现在也是疯鬼